这世间没有永恒的东西，但你要记得，只有一个东西是永恒的，就是无常。所以你讲永恒，那就是无常。所以当一个人，你注意看哦，世间是这样哦，当你对一个东西越执着，我越爱它，你的痛苦就越大，因为当他离开的时候，你的无常就特别大。所以当你期望越高，你失望越大，这就告诉你，你越认为需要永恒的时候，那你的无常就越大。